本来其实我自己家里在做生意啊，就是自己做生意也是有一定的压力，那生意不好你当然也赚不到什么钱。那起初本来想说想要找个兼职的工作来做看看，然后就看了蛮多人力公司都在征人。那起初本来对人力公司也不太清楚到底是在做什么，先试做看看吧，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，我也不晓得。那就来到人力公司，其实觉得其实真的不像当初自己认为的那样。对啦，工作是算蛮辛苦的啦，但是它是一份可以让你生活可以稳定的工作，不会说今天有班上明天没班上，其实不是这样。说工作上还是员工都会尽量想要把它做好，有时候可能一天上班也是十几个小时。那起初也是觉得好累哦，很想放弃，就觉得这个工作说真的不轻松啊，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工作学到很多东西，很多经验。那我觉得算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成长，然后可以增加自己的历练。跟这么多员工，大家都同事嘛，同一个地方工作，那我又是身为主管，一定会觉得说你们有困难，我还是会尽量想办法去帮你们。当然，我也只能量力而为，但是如果这没办法，我也会请公司看公司这边能不能协助我们底下的员工。有时候还是要靠他们自己要努力认真上班。上班要稳定，要正常，你才能慢慢改变你的生活。如果你还是这样子上一天休一天，你怎么可能赚得到钱？不要说你想要赚多少，你要有一个观念，你有付出才有收获。那就是想说帮他们解决问题，他们可以安心的好好的上班。只有好好的上班工作赚钱，你才能改变你的生活。